大家好，我是南京老杨头，我现在的地点是在那个江苏溧阳火车站，那个前面有进票了，我们过去看一看啊，溧阳火车站。从12号到16号，在溧阳玩了五天，然后动车来了。现在呢，交通呢很方便了。那个南京到溧阳的话，快的嘛26分钟。这个呢，从溧阳到南京的话40多分钟。那个自助游，那个5天时间。对，这好像是句容的，下来看一看，因为他要路过那个丽水句容，然后到南京，也很快。那个主要是景点是南山竹海和那个天目湖，还有博物馆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。这里阳这里转转玩玩，这个也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吧。有机会以后还想再玩，还蛮好玩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